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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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黑龙会找到了这个，快去把文件交给自强社的同胞。这份文件关乎我国安危，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。你们先走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 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，你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清国的留学生陈真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1816年，伦敦牧师罗巴特·斯特林提出了一种活塞式热气发动机——斯特林发动机的构想。 这是一种外部加热的闭式循环发动机。斯特林发动机适用于各种能源，包括液态的。斯特林发动机也有它的缺点，哪位同学知道？你知道吗？ 斯特林发动机的缺点是，由于它的热源来自外部。佐藤健次，我们自强社死了8个人，是不是你们黑龙会干的？我们黑龙会做了些什么？不需要跟你们。 这些亲我老几世！混蛋！当当当当！还不说吗？混蛋！放开我！是不是你们黑龙会干的？说清楚！你个混蛋！放开！谢谢。 左藤站住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少文，哎，一会儿咱们去广东菜馆吃点好吃的。今天我请客。尊一声，我请。众同胞，细听端详。汉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。 不比那弹丸地，辟楚偏方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好，我叫陈真，大阪转校来的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我的新室友，佐藤健次。 扔开！在学校门口，你也能挨打呀？太有我们黑龙会的脸了！对不起，大哥。看着吧，今天我把你丢的面子都给找回来了。哈！哈！哈！
厉害，连长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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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尽管开口。你能帮我介绍工作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不客气。这家店的老板是为数不多的不歧视我们的日本人，所以你就放心在这儿干，没问题的。来了。哎，就他吗？是的。哎。 看着结实的身板，练过功夫，是不是？嗯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那就谢谢老板。哎。哎呀，先把这些碗洗了，然后到前面去做招待，所有的活儿都要干好。是。 哎，小刚，进去！哎，有没有看到两个女孩子进到店里？
我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呀？两个可爱的女孩子。没有。是这样吗？打扰了。不要骗我呀，否则有你好看。谢谢你。嗯？什么？每天都派人这样盯着你，他真的是在保护你吗？那个嘛，习惯就好了。刚才你和他说什么了？加奈，你啊是不会懂的。什么嘛！今天想吃什么？走，老板，走了啊！来来来来，谢谢啊，老板。少文，吃完了。对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好，回头见。回头见，明天见。慢点。这酒，对，可以多喝。这家店，我们中国学生都是在这儿聚会的。啊，又过来了。李伟，他叫陈真。我跟你说啊，他用巴掌把黑龙会那帮人打得噼里啪啦的，太过瘾了。老实点。快点，走！一堂师兄，真是对不起呀、啊，我们不小心把光子小姐给跟丢了。最近。学校转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倾国学生，他的名字叫陈真。陈真，打开。分别给他们都注射和服用了新研制的药物猫奴定，实验非常顺利，他们已经一整天持续着现在的动作，只是样本太少，如果可以再找一些身体素质好的人做实验，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哦，我会让手下多抓几个亲国人回来，大日本帝国的梦想需要靠我们完成，这是我们军人的使命。很好，山田君，如果举办一场日清比武大赛，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多身体好的清国学生做实验呀？哦，可以，不过我们要找一个对武道影响的人，为我们大日本最强的武士川越先生喝上一杯。
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穿越先生，我们想请您出面举办一场日清比武大赛。现在两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张，这个时候举办比赛，无论输赢，都会增加两国之间的矛盾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比赛，还要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找到合适的木头做实验。实验？这是我们为大日本军队准备的作战药物。我不同意用活体来做实验。穿越先生，这是我们军部的命令。山田君，我说过，黑龙会不会参与军方行动，我们不能做军方的刺头。混蛋！这可是天皇陛下下的指令，谁都不许违抗。你如果觉得不满意，可以出去。穿越，我告诉你，有我们在，从今往后黑龙会的事你就别操心了。你们盲目扩张只会让日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前几天吃饭遇到的两个同学消失不见了，查到原因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我觉得很可能和黑龙会的人有关，只是现在没有证据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需要我做点什么？先不用，等我去调查出一些眉目，我再跟你说。好，永民，哎，走。好。陈真。啊，你好。那天你帮我解围，谢谢。不用谢。为了表示谢意，这个给你。王子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位是你朋友？他是我的同学陈真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伊藤真司，是广子的未婚夫。
这婚约是我父亲定下来的，我从来没有同意过。我们走。每次心情不好，我都会来到这里。我父亲想让我嫁给伊藤，但是我不喜欢他。晨晨，你是为什么来日本？大清闭关锁国很多年，错过了工业的发展，所以我要把先进的技术带回去，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。晨晨，你真的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山田同学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笑吗？这个真漂亮。啊，我用钟表的零件做的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老板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少文。怎么样，有线索了吗？没有，问了好几个人都没见过。已经是第五个失踪的了，人到底去哪儿了？要不我们报警吧？报警没用啊，现在日本人根本就不关心我们的死活。对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多一些同学帮忙找找啊！陈真，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我们准备四处找找看。一起吧。这是广子帮我们画的寻人启事。谢谢啊。我们赶紧分头行动吧。嗯嗯，我也要去发寻人告示了。我帮你一起发吧。好的。我们去前面逛逛，如果看到了跟我联系。打扰一下。你好，好，谢谢。晨晨，晨晨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打架了？快，快去救少文！少文，我们失踪那几个同学，有人看到是被黑龙会的人给绑走了。少文带我们去要人。碰到了佐藤和山野，带着一帮黑龙会的人，他们个个手拿兵器，绑了少文，
他们点名叫你去救人呢。陈真，小心呐！有命。山野村夫，把人给放了。你们为什么要绑走我国留学生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。上。把人给我放了。是是。听说你最近跟一个秦国人走得很近，是吗？是的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要读秦国的书籍，不要跟秦国人交往，他们不配和我们交往。可是他是我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跟一个战败国的人做朋友，你不觉得这很丢人吗？战败国，日清战争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我们和秦国互为邻国，同根同源，应该成为朋友，不应该成为敌人。放肆混蛋！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子民，怎么可以跟秦国人成为朋友？人是生而平等的，您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去贬低他们。权利？以后不准你跟这个人再来往，记住，你未来要嫁的人是伊藤真司。我不要。
伊藤君，你心事重重，是什么事情困扰你？是陈真。就是那个非常能打的秦国学生，我对他倒是很有兴趣。光子他喜欢上了陈真。秦国人有句话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的私心让所有的人不幸福。光子跟陈真他们是绝对不会幸福的。伊藤君，你是我最喜欢的徒弟，也是黑龙会的未来。我希望你能恪守武道精神，不要和那些极端的好战分子混在一起。谢谢师父教导。日本人来了。怎么日本人来了？日本人怎么来了？什么情况？他来干什么？这个人是黑龙会前任会长川原文夫，据说是全日本第一高手。请问你是？这样下棋未免有点太枯燥了。
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川越先生客气了，是我输了，佩服佩服。何以见得？如果不是川越先生第一颗棋子的礼让，也许输的人就是我。如果换一个人下，必定对我痛下杀招。但川越先生并没有对我赶尽杀绝，我才能跟您打成平手。我下杀招。 你还是有后招，如果拼个你死我活，这其实武者之道。晚辈受教，万分感谢。前几晚你也对我那些不成器的徒弟手下留情，才能够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 武者之道，你已经有了，今日能和你交手，我很开心。不知你师从何处呢？金武门，霍。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陈真加入我们的自强社大家庭！欢迎，欢迎陈真。从今往后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嗯。陈真，我们晚上准备一起行动，抓几个黑龙会的人，把事情问清楚。什么？我们的同胞已经失踪好几个了，是死是活还不清楚，这很明显是黑龙会干的。 所以我们要以牙还牙。对，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。但是胡乱抓人，又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不同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。我们应该查出真相。真相？这还要查吗？这明摆着是黑龙会干的。陈真，不管你做不做，我们都要去。各位，我们来日本是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。 和知识，如果只凭着怀疑胡乱抓人，我参与不了。如果国家有需要，我一定会义不容辞报效国家，但是去伤害无辜。对不起。既然迟早要报效国家，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去抓几个黑龙会的人，然后把事情问清楚呢？就是啊。但是以暴制暴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少文，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 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，就算功夫再好，凭一己之力也无法救国。民族兴旺，匹夫有责。陈真，嗯，嗯，公子，你看，好看吗？ 广子，广子，什么？你怎么了？这么魂不守舍的？佳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少文。少文。我们没有抓黑龙会的人，有些话你说的是对的，陈真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擦亮眼睛，看清楚每一个日本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我在回宿舍的路上，看到广子和他父亲山田一男进了仙吉居酒屋。又见面了，陈真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你的父亲是……广子这孩子跟你还真的是一模一样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你不能出去，这是老爷的命令，我们不敢违抗。山田将军，药量已经增加到人体的极限，抗击打能力增加了300%。如果将这些药品投入到军队，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作战部队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强？人体机能因人而异，
一些天生体质优良之人接受实验，也许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。但是，现在的药物还不是很稳定啊。王子，你我们都是日本人，你何必为了陈真跟自己的家里人闹到这个地步？伊藤君，我不要像母亲一样过那样的人生，我想要追求我自己的幸福。光子，我有哪一点不如那个陈真？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呢？你为什么要和那些好战派同流合污？为天皇陛下效忠，为了大日本的进步，作为一名武士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讨厌战争，我讨厌我的父亲，我也讨厌你。加奈，是广子让你来找我的吗？原来陈真你还记得广子啊，我还以为你早已经把他给忘了。你知不知道他因为想跟你在一起，现在已经被他爸爸给关了禁闭了。他为了你，连自己的家人和国家都愿意抛弃。可是陈真，你呢？身为一个男人，你又为他付出了什么？陈真，身为一个男人，你连为爱人牺牲的勇气都没有吗？佳奈。人字头上一把刀，遇事不忍火必着。若能忍住心中气，过后方知人字高。
陈真。君决斗了，秦国人有句话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不要因为你的私心让所有人不幸福。最喜欢的徒弟，也是黑龙会的未来。我希望你能恪守武道精神，不要和那些极端的好战分子混在一起。你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勇士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成为大日本帝国最好的军人。昨天我守在山田府，看见佐藤健次带着人扛着两个麻袋出来，我一路跟着他们去了郊外，发现他们把两具尸体抛在野外的湖里。后来我查看尸体，证实是我们失踪的同学，他们身上到处有针孔，身体也都腐烂了，像是被某种药物所侵蚀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山田府在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，山田一男很有可能在拿我们的兄弟同胞做活体实验。活体实验。作恶多端的黑龙会果然在跟日本军方合作，残害我们的同胞。少尉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在为非作歹吧？对对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们去山田府救出我们的同学。
如果你一直不来的话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进山田府，你们如此残害我们的同胞，我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们的阴谋。是吗？可惜你没有机会走出这里了。陈真，我们离开日本吧。我不要跟我的母亲一样。陈真，陈真，少恩他们出事了。哭啊，痛苦点，哭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哦。呀，清国佬靠一个自强社，就想跟我们黑龙会斗。黑龙会斗？简直是自取其辱啊！好过分啊！是啊，你看，对啊，这学生也太可怜了，打成这样。从今天起，自强社就是非法组织了。你们这些清国佬，一旦让我发现和自强社有关系，哎，你看那个人，就和他的下场一样，真恶心。对啊。活该！真的，把他们交代救下来，没事没事了。审判主，这折磨成这样，嗯，还好还好。少安，太残忍了，太不是人了。山田一男。
在拿我们的同胞做活体实验。大地沉沦几百秋，大地沉沦几百秋，烽烟滚滚血横流。伤心细数当时事，同种何人血耻仇？俺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，一个亡国民是也。拿古板坐长街，高声大唱，尊一声众同胞。是一种妥协，也是一种策略，但并不是屈服和投降。忍耐当然也有限度，超越一定限度的欺辱，我只能选择不忍。变成这样，
看在广子的份上，我不杀你。如果打不过陈真，这个东西可以帮你。
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